8月13日晚，张莹莹首次直播带货，直播间弹幕上都在刷谁买谁离婚，买了不吉利，没别的地方挣钱了吗？张兰曾将张莹莹比喻成臭臭，有网友问张莹莹为什么不卖杀虫剂，张莹莹回复称本来想卖的，可惜没有链接。不久后张莹莹下播，她则表示是网络问题断播一会儿。14日，汪小菲妈妈张兰直播带货，有网友提及张莹莹被骂到下播一事，张兰回怼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，你就瞎安呐，你是吃饱了撑的，刚过完中元节，你家没给你烧纸吗？